好，我们今天要来介绍这个叫做棕榈岛。那它非常特别，就是它可以一个人进行游戏，而且甚至不用桌面，你只要这样手拿着，你就可以玩了，啊，你只要在路上，不要在路上，在搭交通工具的时候，或者是在洗澡的时候，甚至都可以玩，好不好？那先介绍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来请到这两位来宾，来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。好，我是旧的小爱。啊，我是，没有，我是独孤歪，设计师独孤歪。哦，大名鼎鼎。大家支持一下太极啊，最近快要准备。现在已经集资结束了，只能去那边现场预购。没错没错，我们10月就可以买现货了。桌游列国摊位，桌游列国摊位现在就可以，现在可以预购。对，还可以预购，现在可以预购，没错。最后一天。最后一天，好。真的来不及就来就买。哦，忘记插这个，换一下。好，所以我们刚才都录不到声音吗？有录到，还是有声音。好，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款游戏。那这款游戏呢，它基本上就是靠这一副牌，我们要进行一个迷你的牌库构筑的概念。好，那它怎么玩呢？主题呢是我们在这个岛上，我们在这个岛上要想办法当一个鲁滨逊去建造我们的房屋。那建造房屋最多，它就是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获得分数。好，那这个牌呢，我先讲一下它怎么进行。一开始的设置的时候，我们先把数字左上维持在左上角，那这边好，谢谢，有数字，让它维持在左上角，然后洗一洗。好，这样子之后呢，再把这个是回合数的挡板放在最后。那基本上这个游戏我们会进行8回合。那好，接下来怎么进行呢？我们一开始是这样，让它露出牌的上半面，露出两张牌的上半面。那我们要对这个牌进行行动，就是针对它上半部的行动。Okay, 不好意思，可以可以，让我们来宾看一下，没问题没问题，观众听。好，那对于这张牌呢，它上面会有三个符号，三个行动的符号。第一个是绿色的，就是横置，对，不一定是 free， 它有可能是其他的。哦，对，它上面这边写 free 就表示你免费就可以让它横置。那当你对一张牌做出行动的时候，你就把它摆到牌库的最后面。好，然后维持让它两张牌的上半部都是露出来的状况。好，第一个是横转，横转的意思就是你可以获得这上面的资源，比方说这个上面就是一条鱼，我这样横置就表示我现在有一条鱼。好，第二个是黄色的，倒转，倒转就是把牌180度，那它这边就是需要画一条鱼，所以如果我现在这边已经有一条鱼了，我倒转它，我就是把这条鱼转正之后收进去，对，收进去。我这样讲好像不太清楚，我找一下另外一张有鱼的。好，这样吗？好，好，假设说我们一开始是这样，我们一开始是有这两张牌。好，那我现在要把这一张变成我要获得这条鱼，所以我就倒转它，用这个 free 的行动。好，那现在变成这样。好，那这一张牌呢，我想把这条鱼花掉去倒转它，还有这个蓝色的是翻转它。这个倒转跟翻转都可以让这张牌变强。好，那我就把这条鱼花掉，然后我把它倒转。那我当我对这个牌做出任何动作，我都把它放到牌库最后面，然后依然露出两张牌。好，那吓我了一跳。好，然后再来这个呢，它因为它要花两个木头跟两个鱼，还有这一个它要翻转它的时候，要翻转的时候需要花一个木头跟一个鱼。那我现在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我就把它放到牌库底，我就等于放弃了这一张。OK， 然后再来，那我现在还是不能做事，那我就继续把它放到最后。那当然，如果我想要保留前面这一张，我也可以选择把后面这一张放到牌库底。哦。第一次听说，第一次听说，永远二选一就对了，永远二选一，对，没有错。然后横置就是会储存资源，对，那个横置，对，对，横置的话就是把资源留在你这边。好，那比方说像这样，然后我们现在快转，假设说我们就每天都荒废度日，对，都不做事，对，假设我们都不做事的话，我们就这样子牌翻一翻，牌就出来啦，
还没有这么快。好，对，这不是。好，我们就翻到这一张的时候，就表示我们的第一回合已经结束。那接下来呢，要把它翻到第二，摆到牌库底。对，放到牌库底。那然后第二次看到这张的时候，就把它翻过来变第三回合、第四回合、第五回合、第六回合、第七回合、第八回合。对，当我第二次看到这个的时候，就表示游戏已经结束。那我们要怎么计分呢？主要是看，好，假设这副牌我现在是这样，看一样看上半面有一个星星，左上角。对，它这边会有一个星星，就是我们的分数。那这些分数呢，加起来就是我们的总得分。像这种，这种加起来就是我们的总得分。那基本上能够拿到四十分以上，就表示你非常的厉害。哦，我第一次玩的时候就十九分，请再加油。哎，评分游戏的评分是，请再加油。嗯，好，我们你继续介绍、欸，我们换我们玩。哎、欸，好，两位要 PK。乌龟大大和小燕 PK， 第一次挑战。我们第一次一起玩游戏啊，没想到就在直播上，各位有福了。啊究竟我们可不可以超过十九分呢？真的，这里有十九分，一定可以。现在留言开始支持小 N 还是支持独孤恩？汉堡刷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刚刚介绍的是一个人的游戏嘛？那现在我们必须要先，我们要开始游戏前，你要找到一到十六号，哎呦，一到十六号的牌 ，OK， 好，然后我们就会把它全部朝在左上角，对，然后洗一洗。好，但因为我们是要 PK 的，为了公平起见，没有运气成分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我们两副牌的号码的顺序放一样。哦，那我们会不会决策做的一模一样，然后就有可能我们就同分。哦，我们有那么厉害就对了。对，心灵同步的游戏。好，那我跟你用一样，你念给我听好了。你第一张是几？第一张六号。哎，如果已经买了这游戏的，可以顺便跟我们一起玩。好，第一张六号。六号。来，然后一号。十二。十二号。四。等一下哦。好。十二四，然后。十六。十六好。十三。十三好。好。七号。七号。三号。三号好。五号。好。十五号。好，十号，好，九号，好，八号，可以，好，十四，可以，十一，可以，二号，好，没问题。OK， 我们现在把一放进去了。我们要低着头开始玩了。好了，我们开始玩了。兔边可以继续介绍我们要怎么样买得到这款游戏呢？好，那这款游戏我们接下来就是会进行一个预购活动。那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关注我们的揪桌游团购社团，在我们出现的时候，赶快加一，以免项羽数量有限，要买要快，好吗？欸，我想请问，横置，然后接下来放过去的牌是会在他后面，还会在他前面？在他后面，在他后面，所以这张我一直没用掉，再过来就没有用了。他会一直横置。哦，反正就一直横置，还是可以看下一张。对 ，OK， 好。所以如果我用掉，就是回去塞回去原本的位置。对， okay， 原本的位置。好，确认一下，谢谢。好，在我们新锐现场桌游密库摊位里面也有少量的现货可以买，如果现在有兴趣的可以立刻杀过来，马上买一盒回去，早买早享受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就看他们。哦，现场还有送这个套套。哦，我们预购也有。哎，不够吗？对不起、啊。所以就说早买早享受，争取到一定给大家。哎，就说早买早享受了嘛，对不对？很紧张，我第一天还没结束。我也还没，我才做了第四栋，第五栋。我们来画面带到几？哇，怎么都没有 free 的啦，好难过、哦。现在有个木头，但是你看他们都不只要吃一木，贪心。真的。对，我也不知道数字大好还是数字小好吧，丢丢看吧。哎呀，赌对了，因为出现鱼，我大概就可以扛这张，所以就把它横置在后面。好，那我要投独孤恩一票。哎、欸，
哎，可是我现在又遇到一个困难，两个可以翻，但是这个有 free， 我想说留着它好了，所以先用这张。那这个是 turn 嘛，倒过来，所以这两张就消耗掉了。对，消耗掉。消耗掉一样是同个方向嘛？对。OK， 所以我又出现两张，那没得选了，只好又 free 一次了。OK。对，当然有 free 是好事啦。对，常常是两张都没有 free 的。哎，这个。哎，这个哦，这是转的哦，这个比较高阶的那个东西，所以要有木头才能制做出来。那我就做一个嘛，反正我也没事做了。对对对，我就做一个，这样。然后做完后都没有 free 了，我要牺牲一张。哇，这个高分的我看都要这个宝石哎，都要这个矿石。哇，好复杂哦，这应该一开始做不出来吧？这一做出来分数就高了。对，这个矿石那么多。我觉得这个先晚一点来好了，对，这个放弃掉它，这矿石可以留很久啦，可以留到第八回合。你想的话，可以可以。然后就一直少拿一张，你看哇，又没有、欸、这种操作。对，你看又没有东西，好难过、喔，这什么游戏啊？没有，这就是要告诉你，大自然呢是你无法克服的。哦，是。对对对，我们人生哲学。人生哲学。哇。独孤微小哲学。对对对对对。好的，让大家看一下啊！我觉得我现在可以盖出我第一座神庙，觉得有点开心。哇，也太快了吧！好，这个会通常会这样放还是这样放？都可以。哎、欸，就露出来。哎、欸，这样，这样，哎、欸，这样，对对对。那个，想进去的。哎、欸，所以我现在就是立刻把第一天抽到后面，然后继续玩。我现在在第二天，现在我的状况。你要把你这个留下来吗？哦，如果我要留的话，就直接抽这张。对 ，OK， 好。那个抽了。我进入第二天了。OK。哎，这是第二天吗？一天有那么多事，第二周啦，第二个月。所以我们第一天到全部完了、啊。第四天。不是第八天不是吗？因为我们时间节目哦，我们有限，可以。节目我们打太慢了。效果。对对对。哎呦，这个。你看这个月多烧脑，一定要买回去，买一盒回去自己玩。没错。哎，就。我进入了第三天了，快快快快快！哇，这个福利好强哦！所以这个兔子的评判一下，现在目前两位的状况，看起来没有很痛苦，好没有、啊。目前的状况看起来，小燕是比较会拿取资源，然后拼一波大的。拼一波大的，一波大打法。对，那一开始呢，因为它有三个资源，一个是鱼，一个是木头，一个是石头。那石头一开始对于收集资源其实是比较有限，它主要是在拼高分数，比方说盖房子、盖神庙这方面。因为神庙跟房子它都不能提供你资源，可是它又很重要，因为它是你分数的来源。所以你要用石头去盖它，可是你一开始囤石头就会变得卡卡的。所以呢，比较建议说一开始的时候，就是用鱼跟木头去产出更多的鱼跟木头，然后再去换石头，这样循序渐进会是比较建议的吧。跟一般的策略游戏比较接近。对。想不到这么小小的牌卡也是有很高的策略，超不错的，完了就想买。对，真的。现场价一盒多少？680。哎，如果新锐入场的话，里面还有折价券，满500折50，又可以再多折50。哇，真的太划算了。对，可以找我们预购哦，我收你50块就好。你哪家的？你哪家的？就桌游，就团购。面临了人生的抉择。他的人生真是非常的单纯。这样子就开始抉择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时间的关系，已经要到下一场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可以在旁边继续玩。我们可以场外 PK， 等一下再告诉你结果。对，我们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诉你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非常感谢杜威。耶。我还在第二个月，快完了。我现在已经到第三个月了，先投我一票。你看我苦手。好，拜拜。谢谢，拜拜。